嗨，我阿杰，这次开头不太一样，因为今天呢是跟朋友开车前往目的地苗栗的通宵，顺便吃一个在地美食之后呢，紧接着我们就要去著名的 B 级景点，就是有很多故事的秋茂园。锵锵锵，嗨，我阿杰，今天的怪奇景点呢，来到苗栗通宵的 B 级景点圣地秋茂园。这是门口的样子，哦，这边有停车场。他写什么呢？我是看不到，看不懂，应该是欢迎光临之类的。这是桃太郎跟金太郎吧？好，哦，这个秋茂园呢，就是一些奇怪的雕像、奇怪的装饰物的一个圣地。听说呢，里面很大，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去逛一下。Go go！ 这边已经斑驳了，我其实看不懂他写什么，你们看得懂吗？漏点欸。好，哦，这是桃太郎嘛？金太郎后面有一个翘臀哎，小翘臀，小翘臀妞是美人鱼吗？各种屁股哎，各种屁股哎，你拍到吗？这有个屁，这里有个屁，他没有，他后面没穿哎。这是什么东东？盗版 Q 币，他从腋下长出一棵树出来。秋茂园主人在这里，但是呢被树挡住了，哦，被树整个挡住了。主人你好，我们今天要去逛你的园，然后这是入口的样子，入口的样子，啊，欸，有个东西破了，南门入方向，一个啾啾，门口两个啾啾啊，两个啾啾，哦。他刚刚好像改了入门园的入口，所以要从南门进去。那这边可以刚好看到一个平交道，只要有平交道的地方，大家都会抢着拍那个《灌篮高手》那个，嘟嘟嘟嘟，大概是这样。哦，冰箱是也无人啊，可以来这里拍。OK， 风很大。哎呦喂，发财啊！见到了，看到了人会发财吧？免费的吧？等一下，这是要从这里入园吗？你们确定吗？这是我们今天同行的伙伴，确定可以进去，可以吧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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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来到秋茂园的南门，南门的家，有没有摸乳像的感觉？我这个，如果蛇丸可能没办法进来哦。蛇丸，这个它是他们的南门入口。很小吧，现在目前是开放参观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去看这个 B 级景点的圣地，有没有？真的很窄。来来来来，有今天有几个伙伴，我们今天就带大家走走逛逛 ，Go Go！ 哎，欸，其实这边有门啦，还是有比较大的门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子。秋茂园，这有个溜滑梯，大概有一两层楼高溜滑梯，但是好像不够滑。我们的朋友是直接用走了下来的。欸，这个其实蛮陡，这个有点危险的，对吧？这有点危险的。哇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好，这是上面的 view 啦，其实好像看不到什么。我溜下来了。哎，欸，可以留，哎，欸，可以，哎，欸，可以，哎，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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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个长颈鹿，人脸长颈鹿。好，这长颈鹿有个大啾啾的，这长颈鹿有个大屌的。有个牛仔，牛仔的手是直接反折的，反。你说有人在这里尿，这个是尿尿。他自己尿的啊，欸，他真的有一些尿渍，尿渍在，欸，哎呦喂，欸，自己尿的吧？那里面怎么可能？哎，欸，这匹马它有一个，也是有啾啾的，欸，啾啾是说起来的，睾丸也有做，很好，该不会连屁洞也有做？屁洞是没做的，有了有了，很哀怨的狮子脸，母狮子吧？那这边是公狮子。也是蛮哀怨的，
那做舅舅吗？没有，没有舅舅，没有屁洞，没有舅舅，没有搞完的公司纸。哎呀，哭啊！哭哭了，这是袋鼠吗？这袋鼠的脸呢，卧蚕很深。他的小孩哪里可怜？天主堂，这个是圣母吗？其实蛮大的，然后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椅子可以给他休息，这样就是八张椅。这里有一个很夸张的地球仪耶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是什么蛙哥。你看到啾啾吗？啾啾，哦，它、啊、上面是咱们地球，全景的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有啾啾嘞，左左右右，左左右右呢，它是一个啾啾嘞的造型。小啾雷的左左跟小啾雷的右右，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？像当当，看上面是地球哎，你们看到啾啾佛像的脸，但是有翅膀，然后拿着一个牛舌饼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地方？我们现在在地球的下面，它上面有很多。我方能跟故友共度良宵，然后有日文，上面是写一个爱，上面是写一个爱，你们发现吗？我现在在那个地球的下面，地球下面呢就是一个凉亭，然后凉亭呢每一个凉亭上面都有一个劝世的一个凉语，这样子，食神出现的地方是一个爱，你们听到？我爱我的爱，爱爱爱，我的天，那边有。漏点嘞，有一张图呢，是这个奶奶把她的奶奶嘟给她的奶奶，奶奶把她的奶奶嘟给她的奶奶，大概有这个故事这样子。基督堂呢，把信心朝向基督变，会得救。Jesus， 天使园。不过这里就两旁的树，哎呦，蛮隐秘的啦，这是。天使堂吗？嗯嗯，这有个圣母像吧？哦，圣母像，圣母像的是算是圣母吧，天使之类的。另外一边也有一个十字架的，也是算一个礼堂吧。这边礼堂都有两个石桌，然后会有放两幅画。这边就没有十字架了，就是也是应该是耶稣像吧。但是呢，它有那个土蜂的窝，所以这边有长一个字在这边。姐妹，天使姐，天使像。三个礼堂呢，后面就是靠海了，很酷吧？很神奇的地方，后面是靠海。欸，这里不是哎，这里不是天主的耶。没有名字，没有名字。有，至圣先师，孔子在这里。这反而蛮混合的，那边是天主的，圣母啊，这边是至圣先师孔子吧。他外面呢都会放一些石桌，不过那石桌的那个比例蛮奇怪的，就是你这样坐下来，反正是高度是这样。就他目前我们看到有四个礼堂啦，就外面都会摆一个石桌，但石桌的大家坐起来的位置就像这样，很高很高这样，很可爱。那呢？哦，这边就有写字了，因为那个完全没写。中山堂，这里就比较有装饰。哎，这是垃圾桶吗？哇，里面变垃圾桶，那呢？骂我白蛋。哦，这里是一个中山堂。看起来没错，就是中山堂啊。哦，哎，这是拜拜的地方吗？这是拜拜的地方吗？但是看起来是没有在拜的样子。哎，有，观音吗？一个木头的神像呢。如果感觉没错的话，这边应该是一些蜂窝在里面。
是蜂窝，就是如果没错，这边是蜂窝啦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蜂窝，各位来要小心。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大象，象牙被拔走了。啊，不要乱拔、啊。又是狗小黄，小黄有屁洞，很大一只。小黄很大一只，是有个天使哎、欸。等等等等，我看到一个更特别的，那里有两头猪，蓝色的小猪跟猪母，应该是猪母，猪母啦，一定是猪母，因为它有奶奶，好，一排的奶奶在这里，一排奶奶，它呢有做妹妹出来，有做猪的妹妹出来哦、喔，你不要乱看哦、喔，你不要乱看哦、喔，啊？未成年，没乱看哦。这里呢有一个天使样貌的雕像，这样拿着花吧，花瓣之类的，青苔的那个加强那阴影的感觉。这一尊是还蛮酷的，蛮有感觉的，蛮有感觉的。但旁边就有一只狗狗跟猪猪，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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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小孩子，吵死了，每天都在吵架。气炸！好，孙中山。看完了孙中山呢，有一个哪里狗嘞？猴子吧？猴子怎么会长这样？猴子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强调这个地方，脸非常明显的猴子。然后这边应该是他的孩子吧？拿着木瓜，于是拿着木瓜的猴子抱木瓜的小猴子。这边呢有一个很大本的书，有一个书童呢在那边看，乌龟扛着书，乌龟扛着这书。我的心不受恩情重于信义，为求代价呢亦无期待。左边是霓虹哥，霓虹哥，这个小书童呢就在这边看。哎，很好，我们看一下小书童的样子，很好，非常的厌世，大概看了很久了。大概看这个书有一段时间了哦，这个翻书小童呢也是蛮厌世的，翻这书也是翻一段时间了，他是没有穿裤子的，然后背后，哇哇哇哇哇，我背后是一只大乌龟哎，的大乌龟，再翻一个大乌龟呢，扛着这本书，很重啊，这本书很重啊，哎，这里又有一个糖哦，有爱糖。有爱堂呢，也是一个炉，是有在拜的，一样是左右石像，然后里面呢两尊佛像，看起来比较新，礼乐的佛像，跳舞啊跟乐器，然后休息的样子。你是男，欢喜时呢捧腹尽欢笑。这个是一个男生的形象，这是一个男生的形象呢，但是他的鸡鸡呢不见了，然后狗狗呢也是一个左脚也不见了，男生尿尿的地方，男生互展现尿尿的地方，就是写的男生呢会有什么坚强的一面这样，你看两个臭男生在那边。互拼尿尿，这个象的，对，象是长，蛮特别的。他们有做妹妹耶，他们也是把哇，这就是公象了吧？很明显吧？这是公象就很明显了吧？这边呢是我目前觉得看起来蛮大的雕像，有一只公象、母象跟小象这样。特色是他们把那个生殖器都做得非常的讲究，很大，对不对？比例看起来蛮大的。还有更大的，哇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！这是公牛吗？哇，超级大！有看到我后面那个超大、超大比例的公牛有没有？很多动物来看呢，这个比例是最异常的，超级大的，应该可以看出来后面有多大，对不对？超大，超级大，形象没有错的话，它是那个黄牛吧，对不对？就是净产的那个牛，超大的一只牛，超级大、欸。超大哎、欸！好、哦，怎么会这么大？怎么会？他反而没有在介绍这个，他只写一个故乡词跟和平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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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怎么会有一个人在那边？这个是鸟的背后，然后他有做出他的菊花，这菊花呢是比我的手还要大的，比我的手还要大的菊花。这是什么画面？农家的文化是对牛非常的尊敬的，很大一个，这边就是拍照点的吧，和仙姑之类的。但他的这一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应该就是八仙的啦，是有在下棋的哦，下棋啦。有个地球呢，有一个背着妈妈的样子，想念。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意思，思念。哇，喂，这边 Echo， 哟，这边有 Echo， 这边是我怀念的地方，就是他的，应该都是作者本人的慈母，对，应该就是对母亲的思念怀念，最高荣誉的义务，当兵对不对？陆海空吗之类的。但是这个是乙队，这边又有一个卧佛，在我们乙队前面。但乙队呢，其实正前面呢，看的是这个最奇怪的，他看起来脸呢是朝向啾啾的，又是啾啾，看啾啾的乙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不知道这是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是球帽园其中一个景点这样子，我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，就是。露出一个啾啾，正后面的，然后有一个小妹妹在那边翘脚，很雀跃的欣赏生命的伟大。观音像，哎，它没有头哎。对啊，我刚看了，有点可怕。这边是好像是另外一个出口，好像是观海区，这边可能是沿海一带。它这里有规划烤肉区，就是这样一格一格红色的，哦。对，有一个湿湿的海风的味道，要去看吗？观海区去看看好了。后门啊，原来它其实完全是开放，我不知道它几个门，去年疫情的关系关起来，不过现在是完全开放了。海岸线啊，我看一下哦。哇，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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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吧？哦，这是，哦，难怪这边靠山靠海的。不过这次合体有点危险哦，大家下去要小心，尽量不要下去啦。有些人在跑步，有些人在骑车的样子，骑脚踏车。沿海步道，哎，这边不错啦，其实说实在不错。月亮女神像，后面是莲花指，虽然是看不太出来莲花指的脸。悟空眼睛蛮大的，三藏呢眼神死，八戒呢正常，嘴巴蛮大的，悟净呢眼神更问号了。 OK， 厕所有一个尿尿小童，没有水了，尿尿小童旁边是厕所。佛教啊，他的那个脸呢裂开了，然后这边呢，哦，应该是师兄之类的。接着呢，这个是感觉也是个佛堂，哎，佛堂呢左右有两个书童，一男一女的，嘿，为什么是背对？为什么佛像是背对的？伤心诡异，门神吧？是不是门神？后面是。左边呢是比较红脸的版本，然后佛像是背对的哦，这边佛像是背对的，这个我意思我就不太清楚了。牛牛鼻子蛮黑的，是也是卡通版本的牛牛，可爱的。这个老鼠是真的有够大的，这个就比较可怕一点，红眼睛的。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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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下太平，博爱观音种，有一个看不出来字的一个挂帘，左边应该也是，只是字都磨掉了。各种佛像的一个种，最后的堂了。这边算是右边的最后一区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又有两个师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哪里哭嘞？哪里哭嘞？这个也是佛堂的样子，不过哦，有两个哎，这是也是书童一样，千里眼跟顺风耳啦，应该是，不过里面的佛像是空的，这应该是千里眼，就是顺风耳。这个地方的壁癌就比较严重，然后对，这边是没有佛像的，空的，大概有这样子的配置。右边是什么？弃儿园吗？这边是锁起来的，应该是他们自己的祭祀堂了吧。这园很大，我觉得你们要逛的话可能会逛到一个小时以上，这边超级大。不过其实因为很大，所以它有一些指标在啦，就是你看有一些指标，感觉像是贩卖部的地方。小铁皮屋上面挂一个雨伞，伤心诡异。这边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大园啦，陵园呢，为什么要叫陵园？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呢带大家游这个秋茂园 B 级圣地的面面观，有带大家稍微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奇怪的装饰。我现在站的地方是原本好像是原本的大门啊，不过现在大门呢是关起来的，但是它有一个后门跟侧门，所以呢动线完全不一样了。其实有一区一区有主题性的，比如说八仙过海啊，或者是宗教区，还有稍微奇形怪状一点的，没有生气的感觉。加上那个雕像呢，稍微有点就是气氛有点奇妙，气氛有点微妙，这样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秋茂园。因为是免费参观的，大家如果来这边，记得要维护好这边的环境，不要破坏。很神奇的、奇妙的地方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？这个有发现什么的话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应该可以吧？够吧？毛毛的吗？这边小毛毛的啦，不要乱讲啊。这个探险之余呢，这边真的没有在维，就是没有在维护了啦，不要破坏人家的私有的东西，确实是比较少人在维护。如果你要来这边踏青的话，是要穿一下长裤，防蚊液要喷一下。好，哎呦，这也是一个侧门，其中一个侧门啊。好，有人，是人吧？我没有看错吧？